他的意识已经被割断，他的意识已经被割断。意外摔伤，神志基本清醒，左上腹有割裂伤，腹腔出血，肯定是脾脏破裂，需要马上输血。别忘了检查颅内。你是医生？曾经是。 血压多少？血压110，70，稳定。好，手术结束吧。大夫，怎么样？肝脏左叶有破裂，已经止血了，不会有什么大事了。谢谢大夫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胡医生，不好了，病人休克了。啊？ 病人出现溶血反应，小夏快去叫血液科的王主任，快快去！护士，现在啥情况？病人出现溶血反应了。溶血反应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溶血反应是怎么回事啊？吴老师，于总，你们是什么血型啊？我是 A。哦，我O。哦，安娜也是O，这我记得很清楚。怎么了？赵平凡，那什么溶血反应会有危险吗？对呀，你学过医的，快告诉我们呀！王主任，快进来。 有一种极其罕见的血型，这种血型出现的几率非常低。如果我们要是碰到了，那就中大奖了。这种血型在常规方法检查的时候就显示 O 型。主任，这是最新的血液检查报告。大家不用忙了，我们中大奖了。它不是 O 型血。 这种血型叫做 HH 孟买型血型，跟 O 型血非常的相像。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血型。HH 在马来西亚吗？10万火急。老陆，心脏又不舒服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跟葛雅在这儿就行了。对啊，叔叔，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一会儿就好了，我得在这儿等消息啊，要不然我就是回去我心里也不踏实啊。 于总，怎么样？安娜有救了！哎呦，真的！安娜的血型极其罕见，在国内找不到。
我在医学院有个马来的同学，正好，他是做稀有血型调配的。他说他那儿有。哎呀，在马来西亚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他明天一早就拿着血液从马来飞过来。哎呀，那好，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安娜有救了。 我是 Lin Zhi Jun， 这是你吗？那左边的是我。你好。赵平凡呢？啊，赵平凡呢，在医院照顾病人，他让我过来接你。现在病人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等着你的血救命呢。你的血浆呢？血液还在通关，液体过关是很麻烦的。赵平凡跟我讲啊，说你中文说的特别好。 我还不信呢，那你看着根本就不像一个外国人啊！我在中国读过书，啊，我知道，他说了，说你是他同学。对，哎，你那个脸怎么了？啊，刚刚在飞机上，有一个旅客，他是癫痫发作了，我帮忙治疗，后来病人是一个日本散打选手，我就成这样了。啊，那么野蛮啊！ Excuse me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到机场宾馆开个房间休息一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休息？我得等血浆出关呀。那这样吧，我跟着你，一会儿拿到血浆，咱们就先去救人。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先别着急，血液出了关，海关会联系我的。你先回去，让赵平凡来机场宾馆找我。 你接的人呢？人我接到了，但你那个马来同学说血液过关要等一会儿，让我先回来，说让你去找他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时间这么宝贵，干嘛非得让我去找他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说让你去机场宾馆找他。平凡，你就快去吧。 平凡，怎么了？不太舒服？我没事，病人要紧。血液在冰箱里，200 cc 一袋，一共800 cc， 血液只有这些了。哎，你知道液体海关管理得很严格，我上飞机的时候就被扣下来了，幸好我有相关文件，我才通过的。 而且我监关的时候，他们说液体过关会慢一些，我有点累，就想在这歇一会儿。可是你在马来不是一直做血液调配吗？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每一次碰到的人都不一样嘛，这有紧有松，这看运气吧。啊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先过去吧。这个血液跟你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一致的，你先去救人吧。那我先救人啊，咱们回头再聊啊。快去吧。 真的有想到，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和我血型一样的。听护士说我是罕见血型。是啊，你这血型啊，比那熊猫的血型还罕见。哎，叫什么来着 ？H H 梦慢型。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哎，安娜，我怀疑你祖上肯定有印度血统。
为什么这么说 ？HH 孟买型啊，孟买。跟这没关系，因为这种血型是最早在印度孟买被发现的，所以叫 HH 孟买型，并不是只有孟买才有。赵平凡，哎，志军，正说你呢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从马来给你带来血液的人，他叫林志军。你好，我是林志军。志军，这就是你救的女孩，卢安娜。你好，谢谢你。你不是外国人吗？啊，是马来华裔。你中文说得好好啊。岂止是说得好啊，我们在厦门医学院四年同学，他不但中文说得好，还会拿当地的话骂人呢。来，骂一个听听。哎，那个你脸上的伤好了吗？啊。那天啊，我去机场接他的时候，他脸上还贴着创可贴，跟我说在飞机上跟人打了一架，特别狼狈。哎，你今天捯饬捯饬还挺帅啊。哎，谢谢。格雅。没事儿，他脸皮厚着呢，怎么说都没事儿。志军，我替安娜问问，血液的费用是多少？免费的。免费的？真的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我们真的是不收钱的，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，专门为罕见血型的人提供帮助。我们不收费用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也要无私伸出援手。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呀，大帅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回吉隆坡了吗？哎，那个我还没走呢，今天去了医院看看安娜的恢复情况，她说她出院了，她还好吗？你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的出现就像是及时雨，帮我照顾一下安娜，拜托。什么？照顾？志军，你非要去中国，还要去那么久吗？相信我，能够找到这种血型的几率几乎是百万分之一。这不是运气，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。你就等我的消息，无论有多难多不容易，我也必须得成功。志军，听爸的话，忘了他。爸，我的事请你不要再插手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，我想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。我警告你，你要考虑家族的利益，你不可以去槟城和他生活，那是毁约，你考虑好后果。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像你一样那么看重钱和地位，我有我自己的坚持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会按计划完成目标的。